今天是11月21日，姐姐往生的当天。这一天，姐姐表了两个往生法，一个是自在往生极乐世界法，另一个是六道轮回四大假合分离法。这两个法让姐姐表演的精美绝伦，惟妙惟肖，精彩极了。我不知道用空前绝后来形容姐姐的表演是否过分，反正我是大开眼界了。下面请莲友们仔细观看姐姐的往生表演。三千年之后就有人才，一会儿发动吧，谁跟那方面熟悉？谁跟他
就可以延长。哦。老胡子今天卧倒了，今天扛。老胡子今天卧倒了，你病扛着扛着，坐坐随便。因为呢，昨天跟李若金，开战了，我聊差不多了。对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放下自私的利益。这个我的法界之事众生不是我做的。我知道你有法界。来，法界众生队。对呀、啊，没有自私自利的。我跟向你报告，我知道从昨天开始，那就有点这个了。你有思想准备。所以该是什么缘就什么缘。从那会儿来，丹通好吗？丹通，我告诉他，你上你的班。那天你去你大姨夫都看着了呢，你今天你上班去。来了该说什么说什么，不该说不说，气力不够呢就不说了。魔力干扰不动，干扰不动，干扰不动，这一下午吧没站住我。拿那地军回来，没事。他拿地军呢，跟我俩斗。地军从来不那样过。对，我给你展示展示我的盛装。看看我的盛装怎么样，漂不漂亮？你看见老妹这一生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吗？漂不漂亮？这领可以立着，还可以这么翻过来。完了，这盔裤子。怎么样？这套挺好，对我来说可能就算盛装了吧。通过丽君也没站起来，马上开始治我。现在再讲一个，一共三路。是不是？上面让我吐，下边让我尿，三次，吐两次，尿一次。这两天他不治的我，拿那些那个塑料瓶做那个小便器，他不让我往里尿，他们那帮人不知道，开始我也没明白，我说的吧，其实这挺严实的，怎么就往床上尿？这不没有什么恶缘善缘，要是说我感恩。就是这个缘是你自己结，你这之后你就该过这个关。是，你不听劝，你不听我话。我跟苏威猛魔菩萨沟通，什么是魔，什么是佛，就在一念上，和你们也是。我感恩你们。如果你不犯这个小错误，你没有这个。是，没有这个。这个也是给大家表演看的。对。你昨儿让我吐。第一次吐啊。时间比较短。量还比较小。第二次吐。三年到来也吐。吐出去那么多水。你看我不爱喝水，这两天因为到今天开始吧，我已经上桌了，平时四点了，我现在我就是渴，我就喝点儿，一口两口的，这么多水。后来我明白了，四大脚的就。现在我出来，对，就是一个顽童，对，所以这就给大家得把这场戏演得非常逼真。四大家和分离怎么分离？对，就这么分离。昨天开始早的，就出来了。
这么厉害。我虽然说一点都苦也没有。昨天有病无痛给你们来梳一头，我也一点不累。最近老怕我累，我说现在你不要管我，你现在你感觉不到。我说我自己吧，该怎么做我都知道。今天早上，你不是眼镜小不点劲儿，能看着吗？小不点劲儿，戴眼镜看了吗？我眼睛，人家给我个密码，给你看看。本来不想给你看密码，套，我看咱这密码到了。偷着看，不让他们看，小心把脸撞了。哎呀，还啥密码儿？早都告诉他们了。问题是你到时候一边说你现编的，所以咱先密码儿先搁那块揣着。内军不得啊。等我走了以后，你们都记住啊。其中有一句话。如果是那句话，听你们的感应。今天为啥这样说？事后的事我全放下。就是这个，你们要有感应。要是送到双楼，就是什么什么那个地方，我也记不住，行不行？那就是说的，因为到观音寺，我就上观音寺，通知观音寺，我他这窝子是问题。这个，事后这个我也是，不是执着。到时候凭着你们的感觉走，就玩呢。后面是我管，你管。我说我刚才说三路，听明白了吗？三路摸底是不是？十二点二十吧，二十。咱们十点多，十点多睡觉呢。就放心，没事儿姐。我告诉你，韦陀菩萨亲自来护法了。我知道，你知道。所以什么魔你也别在意，别在乎他。怎么的这么一个结善缘？对，结善缘，度得上西方。都是我的善人。靠咱们那个嘴的说教，人家不信。咱们就给他来点表演呗。表演。11月21号，中山五十。在什么地方？11212112。为什么是这个？你看，佛法是最简单的。你看最大的数是二呢，没是零幺二，就这三个数。越简单是越高级的佛法，不是那么复杂。这个2012就今年呗，表年的11表这个月，这个月为什么是11？表示他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康庄大道，笔直的路回家。11，然后21就是21号，就是今天。下面是12是时辰，中午12点。就是他，你看21和12，佛法里都是表法的，表圆满，所以这样就是禅、密、静三位一体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他就表这么一个圆满的法。这个障碍本身也是表法，可都该看准了啊。别到时候我们这些人回去的时候，这个也不认识了，那个不认识了。所
分切五放着。算上这些人呀，后来告诉我，我这几天儿，我这脚可不得，我天天上他们去施展他的，我不放心。那个有垫比较小，拿下来三匹那么多。不用垫的，今天我也拿了两个斗篷，拿两个大衣，咱们晚上吧，咱就可以。小宋没告诉我，昨天晚上。大云知道，我都给安排了。这些都告诉我了，不用我垫着的。我就寻思，哎呀，如果地下脱凉了。那么喊话就是守口如瓶，我一问他们笑的吃得好住得好，你知道我这一生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慈悲心，我看我是受苦，但是我现在我虽然是没有慈悲心，得多撒点甘露。这个现在没到说撒的来。那我代表撒甘露，我寻思我咋整？我怎么撒呀？那甘露搁哪儿呢？完了，告诉我那眼泪呗，那眼泪不就是甘露吗？我寻思话那啊，让我哭啊，然后哭出眼泪，我就趴着撒甘露。这方法挺简单。我这两天吧，不怎么老，嘴老往出冒。今天嘛，呼吸比较吧，喘的。重一点啊，但是气儿不够你不舒服。来了这么多位老菩萨，我这是今天来了三位新大哥。他们没听着呢。他没听着呢，说你们新来还没听着呢，他还得说。不要担心我，你看我这样。我自己小分寸，该是坐着坐着，该躺躺着，你随便。你躺着卧佛，我们看着卧佛寺那卧佛多漂亮呀。坐着那立佛，坐佛，站着就站着立佛，咋的都是佛。你现在，我现在不是卧佛啊。你寻思那个莲花上，我是站着坐着，卧着，坐着，卧着，卧着，啊，你是卧在莲花座上啊？对呀。那我不知道。我发现是，都只是他这个假设。他说，我站着往上，我坐着往上，那是妄念。我吉祥卧往上。头两天，王姐给我拿一张碟。他说都搞的那个，他得到以后啊，都六七零年了，没动。前天给我拿的他，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
那时候他不再爱我呀，他有感情，但是嘛，没给他争气。哦。昨天我给你拿一张光碟。哦。你看我们这些，就现在你能看得到的，是不是都是我？啊！现在你也考我，不是考我，你跟你拉的近乎，拉的近乎，就因为你跟我拉的近，这下怎么样？跟我贴脸的，老我的，哎呀，咬的他老我，浑身疼的也受不了，有的让我给他摸脑袋呢，有的让我给他摸脸。你说让你给摸脑袋，你给他涂两口涂上什么？那法语。不是啊，不，我不能这个，我不能涂。因为吧，这孩子吧，他前世吧是丽君的，他俩是哥俩，今生他俩吧又是同。学又是好，这孩子比较犟，我得度他。我跟你开玩笑。我知道。一会儿进去穿。浑身难受，昨天喝完粥喘的。姐姐说的，咱俩是那个老妈妈来看的，说有难的事。刚吐我呀！但是说，哎呀，真的轻。这到关键时候，因为他姐姐感应力挺强，姐姐比我学习好。在家穿出来除了房门，姐姐不坐哪块也不疼。昨天下午，我说这是给你们俩。有一个也难遗忘的，没有时间老哥昨天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说你俩，正好今天下午没影。姐姐妹妹都来了，姐姐在这儿呢，妹妹在那屋给我看猫呢。就看猫了。说的都是福，都是都是福。现在也没成熟，我带你回家。现在吧，就是该带的我都带，不该带的，再改个台上。你告诉告诉我，都谁来接你了？是来接我，西方先生。无量无边的佛菩萨护法。就是咱们人世间往生的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了，都谁回来了？就，局长代表了一个。哎呀，就是咱们往生，都回去，我都排成大队了。啊，都排成大队了。我认识的都有谁呀？王凤来。王凤来。齐树杰。齐树杰。罗立秋。罗立秋。完了就是其他的，那就是太多太多。举了三个，没带两个。我寻思那个小罗啊，她往生，把她丈夫渡进佛门一只脚。这次你再往生，就把来吧，都今刚才我们一起到的，就来了。昨天，昨天就他就进佛门了，他就这个人。罗地球那最好的朋友，小丁，小丁。他俩是绝对不是，本来说让他今天来，完了他昨天他就溜达来了。来了也是传宗，那个空镜子说几句。一进来虽然那个，他叫富强。富饶。富饶的。富饶。一进来，给我的第一眼，我就俩孩子。实际他们就是佛菩萨再来这个世界，虽然他们现在年纪轻轻，现在这个
假身。嗯。前天告诉我的往生的这几个，就是首先到我的，王红来七叔姐，因为他们往生不几天，我就给我信了，到时候来接。张荣珍、张福瑞、年轻，那就别提不用说，这太多太多了，太多太多了。还有雅茹。最后说，雅茹来接丈母娘，等我死丫的时候，称呼，因为他。这法号有的告诉你，有的没告诉你，都苏家成。说了是，因为咱这有的饭馆人世间呢，还以世间而称，对，亲切是这样的。那玩意儿没到之前，我又吐了一次，一会儿傻一点。干净一辈子，肯定走的时候干干净净的。干干净净。实际上你演的这个戏吧，就告诉大家，这娑婆世界没什么可留恋的，生老病死自然法则不可抗拒，谁也躲不过。为什么有光明大道不走，非走那犄角旮旯痛？这念佛法门，为什么叫特别好？菩萨菩萨菩萨，表法表法表法，圆满圆满圆满，回家回家回家。想当年，你红脸那时候，那时候就告诉他，我寻思这个家可笨呢，哎呦天哪，还丑，胡子，咋这么大胆啊？当时自己都真狠，那时候就告诉我，不是现在看，去年上哈尔滨念佛，没回家。上哈尔滨念佛的时候，我就说弥陀老慈父啊，佛不打妄语，但人家说了回家，结果到处没走。这多少人，好像咱们说话不算话话。我个人的事小啊，佛的事业。是大海，这老师傅不给我信心，每次跟他沟通的时候特别慢，从来影响石过大海，就光他不给我信心。去年是市里去，因为那佛友他也诚心的诚意往生，而且他发心就陪着我一起。结果到那块儿，我说：“我真服了，最后一个机会，一定有戏。”服两天儿，消息来，不能回家。我当时非常迷糊，哎呀，就是为什么？这个告诉他，两次往生，没有回家。那是替你吧，那是演习，叫预演奇特练兵术啊，奇特练兵术，练兵去了，去练兵去了。你看那把这个没练成，现在这个练成。
七年练成的。你看七年前。你听哪两次连哭带喊把你喊过来。对不起啊。就这个任务没表完呢。实际你已经回家了，瞬间又回来了，只是市民都不知道而已。实际挺好的。正常不是。我闭着眼睛我吃。眼睛说啥你就不开。我知道我闭气了。瞬间还气又回来了。眼睛睁没力说。姐姐，我感觉到吧，这个回家好像随时回，随时就来了，来来去去就自由了。你不是我，我不是。对，是一不是二呢。所以菩萨大慈大悲嘛，慈是给众生乐，慈与众生乐，悲发众生乐。我姐是人堆里最笨的，真是的，您不说她是笨鸟吗？真是笨鸟。现在咱们知道了，您是笨鸟，笨鸟好啊。您跟人家肚子里藏奥妙，咱凡夫俗子不知道，看不着。这个也看不上，那个也瞧不起，就是真是任人践踏的小草，怎么踩怎么是。但是你姐，你发现没有，那小草你怎么踩，它不折腰，它不断。哎，冬去春来，不折腰。我现在那个高高的白杨远比不上你那小草，向你学习，向你致敬。啊，这个句子我你走了，我先带着。嗯，我一会儿在这里嗯，行，小本儿留着，行，大家联系。同不同意完了，磕光碟做过吗？这个特不容易。对，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狗狗录像啊，怎么怎么的？你知道，我也比较反对。这个磕，哎，这一次好像这就是一次特殊的机缘，给我的特殊任务。原来我就先默默来，默默走。嗯，我也没想到现在的。嗯。嗯。一说的录像啥的。嗯。我打怵。我是默默无闻的。嗯。刚好是把你。怎么说？让你出名。我知道你这一生。也是默默无闻的，对，不愿出头后面。但是咱们姐妹吧，就实干。说我老实听话真干，实际结果跟你比，我真是非常惭愧，我比你差远了。自愧不如。其实吧，你除了脾气倔强以外，现在改好了。现在你是。该好了，这回该我是面团了，怎么你怎么是了？现在你是学佛以后啊，明理了。嗯，现在你是毛病都在改，现在这个瘦多少变凉人儿，列居这个形式。嗯，另外。为什么现在输赢？你看他现在吧，唱的不去要去围着他这个假身去。哎呀，刘老师出名了，都想见见刘老师。这个心情啊，理解呀。这就，哎呀，现在这是我。我这天要成佛，哎呀，其实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我现在脑子里还是照样空，就是说的，哎呀，这个也算在我的手，哎呀，可别忘了我呀，可一定接我去，那个也是，搂着脖子。
抱着尿的。哎呀，这倒是吧，东爹。为假象所迷惑。对，不要为假象所迷惑，耽误自己的真正大事。信，听老法师的话，十年儿还如来，现在今年三千年，咱们离他拿咱们现在的话说，他现在离咱们远呢，是吧？净空老法师现在离咱们，净空老法师是代佛传法，咱们已经听净空老法师了，按照老法师教诲去做。现在咱们放下万缘一心念佛，阿弥陀佛四个字，你听明白，一生你就成就了。不愿到处去攀援，那老师曾说了一句话：“哎呀，我是真学佛呀，我是真念佛。”那老师有一次，我也曾经讲过，今天打个夫妻，在这个夫妻当中，这个夫妻就是我生的夫妻。你们敢报名吗？是香港那时候那个跟我说，那个净空法师说，说哎呀，这几天无量无边的无性众生都往上极乐世界了，咱们在座的这两千来名，我还没看一个，完了是台下呀，那哄堂大笑，热烈鼓掌啊，哎，就是那个氛围。那我说就是学佛学到一定的程度，他那种潇洒，那种自在，用语言没法形容。就是一个是表达不出来，也不会说；就另外就说了，你没亲身感受到，你也不理解。嗯，就是什么叫法喜充满？咱别说充满，就是哎，沾点法喜你就知道了。这学佛真好，不让你学你都不可能。嗯，那你说我对老法师，我俩。就那么个因缘，你说我去的香港，人现在有人说，净空老法师吹捧刘素云，刘素云吹捧净空老法师，啊，我先吹捧就吹捧呗，我还吹捧的不够，我谈了两次吧，第一次谈了我所认识的净空老法师，遭到了炮轰，完了我又没记性，我又第二次又讲了。再谈我所认识的老法师，因为我见到的是真实的老法师，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，不是我听别人怎么说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再讲个三谈我认识的老法师。那你说我吹捧，那是你的认识，我必须得把我认识的老法师介绍给大家。末法九千九千年呢。你知道它的作用，不可不让。我们听了心花怒放。嗯，真诚话。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犟，可能也就这个犟劲儿成就了我。我不随风倒，哎，不是说人说东好我往东跑，人说西好我往西撩，得我自己认准这条道。我认准这条道，真是谁也拿不动。但是我对别人所修行的所信仰的宗教所修行的法门我都是赞叹，我没有一个障碍人的。我不说哎，就我这个好你那个不好，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这样的话，而且这是我真心的内心的想法，因为它是万法归一，殊途同归。最后就是从不同的道最后都走到一个地方去，只不过是时间长短，
而已。你最后事实来验证，我为什么录像？完了得给他们看呢，得逗他们呢。你要是这个问题没解决，今天比如说我家聪子来，他是个什么态度？他该啥态度就啥态度，是不是？他咋想就咋想，咋说就咋说。所以咱们就是事实来说话，你用说教去教育他，人没看着，人也不相信。前天晚上来，我还坐那啥的和他们说了以后，因为这些天吧，这个一直是非常顺，没有什么障碍，没有什么干扰。第二天我要不是这样，我能在市里。第二天呢，我来吧，那我不就得不承认上这来守着了？不认识。说一年这不干什么玩意儿？哎，这说话溜溜脆，怎么的？今天我打电话了，告诉他们了。你委托菩萨告诉我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你该告诉我，你该干啥干啥，不用惦记着。有点那个小障碍，昨天翻不了大浪。昨天事情没告诉你，一句也不知道。时间。我告诉你，你说你过来，我心想，我不用告诉你，你自然就过来。你说了一句吗？你告诉我明天早点来。那明天啥意思？早点来啥意思？早点来，你说你过来，我说记着你过来，你就早点。我11:59到就行了。我就寻思，你超过12:00那啥了。哎呀，天我姐最后都没告诉我，因为这些事严格保密。因为这个我都挨批了。实际我是8号那天知道的，现在21号，这正好半个14天还是15天。8号那天，我7号来看我老师吗？我还上你这来蹭饭吗？没结果，我说爷这怎么瘦了？你要回家了吧？你说快了快了，就落家就像唠家常似的。完了第二天就8号嘛，8号就告诉我时间，但是不是这个时间，比这个稍微长一点。那这个姻缘实际就和锦州那个小刘有关系。另外，选的今天，1个月以后的今天，他怎么那么巧合？他是巧合吗？实际是在给大家表演。不用说别的，实际真是凡是听师傅讲法的，一听都明白怎么回事。不是凭谁凭空想象出来的。完了，我这心里吧有点发嘀咕，我寻思这么大的事儿。可别骗人呐，不能打妄语的。我这个念头就起来了，起来一开始吧还行，没人搭理我。第二天吧还起这个念头，就挨批了。你怎么回事？告诉你都是真的，你怀疑什么？尿球不怀疑了，告诉我莫怀疑，莫犹豫。一切信息就是告诉你的一切信息都是真实的，就是这样。我爸差点告诉我，也是告诉我大爷，那是我身体，就是我完全委屈的，两个胳膊支着床，屁股还能抬起来，后来吧。住院住院就行，告诉我那个大胖子。就是你这那个菩萨慈悲嘛，要不得到时候真是这房子一摇了，这地一晃了，你说谁能背动你？小四刚扯叶的，想背你跑也背不动，跑不了。你说你自己早点回家了，去接受一个新任务，一个新任务在等着你。
然后我立马就得回来，报个到就回来了。实际现在为什么非得回去一趟呢？因为你这肉壳都不行了，你这一条腿儿那跑不动。我寻思，实际我在这之前吧，我就想，上市里学习，也那样打算的。我早点走吧，一个是别让你牵挂我，再一个吧，你说我太早吧，上班就我自己在家，他能不见了？学校，那你们虽然是亲人，也是众生嘛。说定学学，也没得牵挂。说是不让我走的，我有就说，那你想不对。你小彪和大云跟我说了几次要把你接走。我当时就告诉我说不行，大姐不能来。我说我因为什么呢？那样我知道零五年我就犯了这个错误。零五年那不是哎呀计划呀安排呀，我计划是26号接你上我那儿去吗？结果25号上人从个床上跟人睡了一宿觉，第二天我就起不来了，脖子都不能抬，一抬就休克。哎，就是把你撂倒了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就想起那年的那个姻缘，那可能就是不让我来接你。他怎么就一宿头一天晚上坐沙发上跟从他们一起看电视呢？从说妈呀，今晚你住我这床呗。我说那么大的，完了让住一宿呗。我就上他那儿去住一宿，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了，所以你也就去不成了。完了结果呢，你也不知道我有病，每天我就攒点劲儿，攒，能说几句话了，赶快挂电话。姐，在哪儿？今天怎么样？说挺好，挺好就好了吧。电话我就撂了，没有劲儿说话。我姐就能傻到那份上。她怎么想的？可能佛菩萨安排的吧，怕咱们姐妹俩亲情，那个互相牵着，所以不让你，你就不来了。她根本就不，压根儿也没想过我病到那种程度。完了，头一天晚上，因为大姐是那次是4月初6嘛，是大姐的生日，我还跟她，哎呀，我说挺好，我那天来的，今天走。我说这些的时候在电话里，那都开怀大笑，哈哈，哎呦，我说你这谁给你选的？你看那天来的，完了又那天走了，我说挺好挺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完了结果我这一病就来不上了，来不上就搁床上躺着。就看这么一块蓝天，一朵一朵的白云，就搁这个，哎呀，两个楼高楼中间就那么一块天，我躺床上，还不能侧身，只能仰身躺着，那白云就一朵一朵的飘，大大小小白云全是莲花，躺半个月嘛，完了我姐4月初6，人不要往生吗？初五晚上是正常午时，对，我就知道了。明天走不了了，我没说。第二天不是也12点吗？我在床上躺着，完了瞅着这表，到12点了，我就来电话了。法会圆满结束，开始吃饭。我说我知道，因为那一次佛友，大部分不知道。所以就是这两个人知道，就在那打过七，最后一天为了那啥，就是掩饰这个问题吧。我说明天最后一天咱们就圆满了，人家穿海青庄严道场，我正好给他穿衣服。这么看呀，我也不知道啥时候。
那个脖子上可以。正常面没关系，我听见了。再大点儿。
分钟。嗯。土我就要走了。哦。现在六佛菩萨都在大家身边，西方三圣。嗯。在太阳附近地方，你们可以看见。嗯。屋中的景象，一块发生了变化。嗯。时间一到，我带着无量无边的众生一起回家，高不高兴啊？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愿，也不是我个人想象，是佛力加持，佛菩萨给我的任务。我还有新的任务，所以我必须提前。净土法门书证，净土法门当时已经上电话了，我就安排到师傅的身边。
内陀佛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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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圆满。实修的，没有，这前面没干扰。没干扰，没干扰。因为我心里明明白白，我跟大家都说了，遇到什么样的境界，都不去理睬他。咱们说咱们该说的话，做咱们该说的事，不受外境所干扰。你看走，还有半个小时。就这么大声小气的说。我还没说吧，没意思。我把他看大学，那不小点儿。他提的那个条件我都答应他了。也不让我们那同学搁这念佛，把小宋带来的那个全都撤走，撤到那屋。完了，后来我都撤了，现在那屋没人，都撤了。不行，一会儿我们这几个还有几个哈尔滨的，我们也都撤。老夫子已经坐上莲花了，我就不管你了。那该演什么戏就演什么戏呗，反正你现在就是演戏。你这是你说谁信谁听？要不信呢，也说那不就是。说你们这考啥没呢？这更得说了。所以那你坐好，都坐在等时候。
那你再休息室，再休息室。你刚走了。立方在那站着呢，在那站着呢。那立方地里坐着呗。没有，是我有点闷，是不是？闷也是有点闷。多闷呢。就是什么缘。心里有啥障碍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知道障碍没有。这都是啥障碍。现在我喘的厉害，刚才喘的，就是我现在喘气喘的厉害，刚才喘气吧，非常平稳，我不上什么地方办点啥事儿，然后俺回来了，结束的，我还立刻要回家。站不住你回家，你心里知道，我心里知道。大姨，不是我打扰你回家了吗？不是。刚才录像的最后一小段，不知各位莲友看明白了没有？如果没有看明白，我把这一段录像的因缘给诸位莲友解释一下。11月8日之前，我和姐姐极少见面，也很少通电话。11月8日，我得到姐姐一个月之内往生的消息后，几乎每天都和姐姐通电话。
记得有一次姐姐电话里跟我说，小云呐，我得表两个往生法，一个是主，一个是次。当时我听了莫名其妙，不解其意，我就问姐姐，什么两个法，一个主一个次？姐姐回答我，那个主是表活着自在往生的法，那个次是表六道轮回痛苦的死亡之法，这不是表两个法吗？我问姐姐为什么要表两个，姐姐说这叫对比法，不是演给众生看吗？有个比较好让众生选择呀。这是姐姐当时电话里跟我说的。说实在的，当时听了姐姐的话，我没怎么放在心上，听了就过去了。这一次姐姐往生真的是表演了两个往生法，中午十二点表的是活着自在的往生法。感恩三宝加持，那一段录像录下来了，非常不容易，因为当时遇到障缘，不让念佛，不让录像。姐姐往生的那段珍贵的录像，是录像的莲友善巧方便偷录下来的，我们应该深深的感恩这位录像的莲友。姐姐中午十二点分秒不差活着自在往生了，你们仔细观察最后的镜头，她没有断气。过了大约几分钟，姐姐睁开了眼睛，告诉我们，我按时回家速返娑婆，瞬间我又回来了，还没有表演完，我还有任务，尚有一夜未了。这就是刚才录像上的最后一小段，在那一段里我和姐姐有对话，因念佛机开的声音大，对话听不清楚，大概的意思是我和姐姐说，就是这个因缘，说的就是关于障缘的问题，那个仔细听还可以听得见。可惜的是后面姐姐表演的第二个往生法没有录像，因为当时不让念佛，不让录像，迫不得已的把录像都撤掉了。这个呢，我可以跟大家解释，姐姐的往生分为两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从21日早晨开始到中午十二点，这一段表演的是自在往生极乐法。从十二点之后又回来到22号早晨8点45分，表演的是六道轮回四大分离法。这是两个阶段，表了两个法。姐姐从11月21日中午十二点以后到11月22日早晨8点45分钟，近20个小时的表演，表演六道轮回痛苦死亡法没有录下来，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，可能也就是这个缘分吧。这20个小时，姐姐表演的是地火水风四大假合分离。姐姐表演，我解说，就像现场讲实习课一样，非常非常可惜没有录像。后面的一小段录像是22日早晨抢录下来的，姐姐的这个肉身最后走的情况。好在姐姐表演的第二个法有个头有个尾，那个头呢就是她回来之后跟大家说的那一段话，说她是按时回家速返娑婆。哎，最后的一段呢就是第二天早晨她这个肉身往生了，哎，那一小段抢录下来了，
所以第二段往生法的表演缺了中间非常重要的一大段，就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事情。所以姐姐的两个表法阶段，那就是六道轮回痛苦死亡法，在22号早晨8:45表演结束，两种往生法姐姐表演圆满了。关于姐姐往生的时间，有莲友疑惑，到底是21号还是22号？有人说，怎么一个人还能死两次？在这里，我郑重地告诉大家，准确地说，不是死两次，而是表演两次。所以说，姐姐往生的时间，说21号，没错；说22号，也没错。我是按照姐姐预知时至的时间，11月21日12:00，我是按照这个时间说的。姐姐为什么要表演六道轮回痛苦的死亡之法？基于以下3点原因。第一点原因是，演示两种往生法，对比着让众生看，让众生选择。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菩萨慈悲到极处了。第二点是度化儿女和家亲眷属。刚才我提到了遇到了障缘，这个障缘就是这个，所以姐姐说还得把儿女和家亲眷属渡进佛门，他就表演了第二个法。第三个是姐姐有愿，她生前发愿带一切众生苦。比如说那天晚上，姐姐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吐了好多东西，吐的那个东西都是紫褐色的，吐起来非常痛苦。姐姐吐完了之后轻轻地说了这么几句话，她说，我带众生吐出酸甜苦辣咸，我带众生吐出怨恨恼怒烦，我带众生吐出一切病苦。这就是姐姐在了她自己的这个愿，因为她生前发愿要带一切众生苦。我看着姐姐这么难过，这么痛苦，我有点于心不忍，有点心动，可能是姐姐看出来了。我记得当时那个场面非常清晰，她用眼睛瞅着我，轻轻轻轻地说了一句，我没有痛苦。那意思就是告诉我，你别难过，姐姐在表演，我没有痛苦。尽管是这样，姐姐表演的那么逼真，那么形象，我这个当妹妹的当时还是定力不够，我还是有点心动了。后来小宋就跟我说，刘姐，你和小宋小四儿上那屋坐着去吧，你别在这跟前坐着看了。所以后来 那一段我就没有看，实在是不忍心看了。如果大家问说，姐姐这一次表演的这个两个法，你给我们概括概括，形容形容是什么，我告诉你们就两个字，逼真。你看如果他不逼真，能弄得我都不忍心看了吗？我上面所说的这一段话都是真实的，信不信由你。